不要紧，我来给你照顾。那是阿嬷的话。在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嬷对我上好，把上好的物件拢会留乎我。伊嘛常常早起幼稚园看人在佚佗，看人在办公会啊，看人在美相册。伊常常甲阮讲，叫阮着爱好好读册。像恁老爸仔遐尼啊狼狈哦，在彼个时阵，阮拢行拢无。阿嬷，你到底是在讲啥话？大汉了后，才知影阿嬷的话，我会甲永远永远藏在心肝底。一步一步的过去，常常拢会予人真难过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在阮的心内。这一集的时候，我就不晓得我要怎么过这一集，我尽量往别的地方想了。对，虽然